哎，切开的。加嘞，请坐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咧讲这台湾历史吼，讲这台湾历史袂趁钱啦。过去咧讲台湾历史吼，啊，佫都爱去予人糟蹋。但是吼，做一个台湾人，毋捌家己的历史吼。实在真见效、哦、所以我开十年的时间哦，写一百万字，哦，啊，印出来五本子，哦，啊，五本子内底哦，即摆大家看拢免钱，哦，就是这个网站，交接网站。www.taiwanus.net 一撇 history， 你若去这个网站，我写的文章超过一百万字，拢在内底。哦，啊，我这个意思是啥？我就是写这个台湾历史哦，不是徛在要赚钱的立场，不是讲我未知我就赚钱。是要予咱台湾人了解家己的历史，哦，所以大家即操落去，哦，啊，今仔日是讲啊，咱咱逐期拢，逐期讲的拢无啥共，哦，啊，今仔日讲啊第八集《满清巨台八》，哦，啊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啊，为何咱是在讲啊即阵吼，咱遮已经四十八集啊嘛吼。哦我逐期拢讲无同款的物件，所以你若要去网站哦，去看哦，你爱看到无同款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安尼好，即那超好吼、哦。虽然有纸啦吼，但是纸也有纸的方便，但是你若要查资料哦，即几个就去查都有。有即顶回讲啊，牡丹虾事件吼。哦牡丹虾事件结束了后，咱台湾人有立一个碑，吼、哦，立一个碑。牡丹虾事件，吼、哦，这是从相片放在台东。咱今仔日在讲的，就是吼、哦，台湾甲国际事件，台湾甲国际发生什么代志，吼、哦，完全都一个乱政府的，吼、哦。啊！但是咱有拄到阿独啊吼、哦、来欺负咱台湾人吼、哦，哦，即个西班牙人的恫吓，1876年。伊看即个满清政府那些那些烂，那些你好欺负，伊嘛想要欺负咧，都甲十二年前的代志吼提出来讲白钱来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是，佮你若唔赔钱，我出兵要甲你拍，甲你强吓，吼、哦、啊，满清两国国，哦，伊讲吼，伊有兵船20多台，水兵有30000台，哦，30000台是不得了，吼、哦，你也知当时的一个，因讲两个荷兰兵，还是两个英国兵，都已经拍败50个中国兵。啊，30000里也是打到北京城啊嘞！哦，怕个北京的啥？八国联军是几万里去怕？20000里去个天津，4000人就去北京城，皇帝到个里个啊？哦，你都知影讲，这西方的迄力量哦，甲中国的迄个无进步哦，差遐远，所以。伊安尼来吓，哦，其实伊在吕宋就是菲律宾啦吼，干那兵啊3000人啦俩吼，啊，就话李鸿章出兵啦啦吼，啊，所以李鸿章买手啊，好啦，咩，好你钱啦，18000块啦，哦，啊，等等去啦吼，免得差啦吼，啊，这都是西班牙的恫吓，哦。
给你恐吓，啊，就解决了，哦，所以就了一万八千块，啊，代志就煞，哦，啊，那个苏俄嘛发生问题，哦，在1880年，左宗棠哦是克服新疆的一个大将军，啊，伊就拄着苏联兵，无该客气。但是苏联知影讲，这个满清的兵吼，无迄个海军呐，海军烂到要烂到要死去吼，真烂吼，所以吼，往个海军吼，转来施压，爱跟日本联合起来，日本跟第二联合勾结吼，要对满清出兵，吼，啊，满清政府来提防。哦，所幸谈判成功，无演变吼、哦，俄舰清台了吼、哦，这是恐吓的吼、哦，哦，啊个上较重要，较台湾较重要，就是法国兵吼、哦，嘛拍来台湾，哦，这拍来台湾是1884年到1885年，哦，因为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了后吼。哦规定河尾，河尾就今仔日淡水，哦，那叫做河尾，就是落雨的尾流吼。那三芝那边在落雨，啊，到个淡水在迄度就河尾啊，啊，都各个落去都无落雨啊，哦，就河尾，哦，啊，伊吼、哦，即法国吼、哦，就讲宣称要占中国沿海舟山群岛、琼州岛。就是海南岛还是台湾，哦，以要求放弃哈、哦、对安南的宗主权。安南是多位，安南就是越南啦，越南的宗主权啦。法国哦想要抵越南啦，啊，所以给恐吓，哦，啊，越南对，哦，哦，这就是这一张图哈、哦，越南在家啦，这个就是越南啦、哦啊，在台湾在吃齁、哦欸、啊，但是齁、哦、但是他這樣宣布了感覺說齁、哦、他侵犯到英國的那個但是中國的利益、哦、所以齁、哦、改變主意齁、哦、改變所以攻擊台灣因為台灣齁、哦、有出山煤礦齁、哦、啊西欧的迄个势力吼、哦，也未入侵到台湾来，所以吼来打台湾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场战争叫做台法之间的战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战争战落去吼、哦，中国兵我无来帮忙啦，台湾家己该拉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，所以吼、哦，满清一再忍让吼、哦，所以不得不想到。满人入侵汉人的中国，这爱想就是讲，那满洲哪个迄款程度？原因一项，就是讲，你家占个所在吼，哎呀，本来都唔是我的嘛，我人口才是汉人的1%啊，你啊嘛，啊，阮家的迄个白痴拢去你遐做官长啊咧，吼、哦。而且顺序一改，那我现在要紧的，所以不得不互人想到安尼。啊，你知影讲，这汉民族吼、哦，受到奴化教育吼、哦，做奴隶做甲足欢喜的，哦，所以汉人、满人入侵汉人的中国了，汉人的中国不是满人的中国，哦，你也知啊。现在1884年、哦、有发生在越南的一场战争啦，这个叫做观音桥事件啦、哦啊、6月16日出兵打几个人，但是法国兵来打几个人败回，打不赢啦、哦、因为几个人、哦、1874年后、哦
1874年唔都是牡丹社事件来了吼，有来加强防务，有去炮台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所以一拍输，但是一突袭吼、哦，法军突袭马尾造船厂，哦，马尾造船厂是中国的一个造船厂了哈，啊，这种都是哦。这个兵还是法国兵啊，哦，啊，你大家看一下就知个，哎，迄阵，迄阵哦，迄阵那徛一滴，徛一滴，八千，那不是多一头啊的八千，什么意思？无，迄阵哦是八几滴，啊都。弄一粒，弄一个炸药落去，啊！再弄枪支落去，啊！切切个，啊！再啊！来得拍，拍一门都爱落一边，啊！所以吼、哦，爱徛爱拍，哦，哦，所以当时就安尼哦，所以这个哦，就想这种徛爱拍嘛，啊！这是法国的迄个军舰，哦。这是法国的国旗，三色旗，哦，蓝白红。即马咱的迄个剃头店哦，就是蓝白红，就是用个法国的国旗做即个象征啦。哦，但是台湾。有这个刘铭传来，刘铭传来吼、哦，在1884年吼、哦，来个贵人看炮台，春过一炮那里啊，不能成军了吼、哦。啊，法国的东洋舰队吼，司令官古巴，这古巴真出名哦哦，伊、哦、一下都把台湾的制海权退去，哦啊，满清毫无招架之力。啊，7月22日，吼、哦，来拍河尾淡水，哦，啊，但是哦，鸡人炮台全毁，化兵400人为大沙湾登陆进犯，哦，所以一下都这鸡人都是跟那失守去啊了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拢总派吼军舰。15台哦，封锁台湾港口的进出。啊，迄阵台湾吼、哦，台湾有三堡，吼、哦，台湾是咱淡水港是全清国唯一的出口出钞港，大家港口拢入钞啦。啊，台湾的淡水港是出钞港，因为台湾出三什么？出三台湾三堡。有三宝，那咱台湾三宝是啥物件？樟脑钓、蔗糖啊，罗格皮，罗格皮已经无啊，对啦，姜肉、糖，吼、哦，啊，茶啦。三宝啦吼、哦，这三宝吼、哦，小和台湾吼、哦、出钞啦。啊，换转来啥物物件呢？换转来鸦片啦。哈、哦、啊，因为大家刚刚拢大家吃鸦片嘛吼、哦，啊拢负债嘛，啊，干那台湾吼、哦、要个出口赢过进口的鸦片。哦，这是这一关情形啦吼、哦。这个就是古巴将军啊，你个大家看看嘛，写的三扇那里哈，好、哦，爱、哦啊、来台湾来捡，哦，啊捡的时阵哦，两条路，一条是水路，为淡水河哦爬起来拍台北，哦，啊一条对盘溪山西桥岭过来，啊为淡水河过来的时阵哦。
千军哦，专家创一挂船哦，沉咧个溪内底，互伊个船哦袂当去。甲一甲即溪个甲创个千进啊，啊你船都袂当去嘛，吼、哦！啊，行山路来，经过西桥岭。啊！你也知影，阮前兵拢袂做阵个，咱用平兵较强啦吼。用是啥物叫做用？就是地方个武力叫做用。哦，即顶头只写是勇敢个用。哦，啊那正式个军队是顶头写是兵。哦，啊就兵拢袂阵个啦吼。啊就用，啊就派下人来个呢。派武峰的林家吼、哦，林文茶带500名的这个，伊家己饲的部队，500名薪水家己发的哦，吼、哦，啊来西桥岭，咱们西桥岭跟法国军哦对抗几啊个月，7-8个月，在对抗，吼、哦，啊水路无法渡起来。啊绿路也无法做起来，啊，古巴起一个，啊，佮踮咪淡水吼，踮咪鸡人这边吼，破病的人真侪，去互蠓仔叮着，啊，都马拉利亚，吼、哦，啊，都好巧啊嘞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战袂赢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林朝栋收的这西桥岭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结果呢？法军攻台大败而回了，所以要咱台湾拍一场真好的打一场，跟法国打一场大胜仗。但是法国战输了吼，吼、哦，啊、哦，这就是一个地图了，这是国人的港口了。啊，西桥岭在遮啦，啊，迄阵也无防空吼，无铁路的防空通过吼，所以都爱爬山，啊，爬这山的时候修的山的部分哦，你都无法度通过关哦。嗯，咱哦定来听到北洋舰队对不？但是还有一个叫做南洋舰队，一消息来对啊，都去有法国军啊，你歼灭掉。这哦，这咱。你看历史哦，拢看袂到南洋舰队。你若问到中国人，哪有南洋舰队？敢若有北洋舰队，甲日本人战。吼、哦，啊，南洋舰队一点钟骨就拢叫牵连上啊。吼、哦，即吼、哦、一小时来摧毁清国的南洋舰队。吼、哦，有7代军舰互击沉。尾就我看白本子哦，讲2条那尔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法国军占台湾占无成吼，啊，来打台湾的时阵哦，这个台湾的军队哦，孤军奋战呐，哦，所以这就是完全的做法了吼，哦，即嘛讲南洋舰队，佮叫做南洋水师啦吼、哦，这清朝的洋务。运动的基因的哈，啊，建立在1875年哈，啊，沈葆桢建立的，到1885年中法战争哈，已经有规模，有巡洋舰、炮舰17台，哈、哦，约20000吨，即摆听到20000吨，敢那啊，有偌大台？十七台才20000吨，敢那真细台嘞哈。但是当时吼，安尼即武力已经真大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加一下中法战争中，南洋舰队失去2舰，哈、哦，结果是一个光环，他都在光失去了七条军舰，啊、哦、啊，1小时被人家歼灭，啊、哦、啊，加讲两条了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要信多几个都无要紧啦，这样、哦。拢爱写出来，你就知影讲，你在看海珠哦，啊，电视看的吼、哦，
你无一定爱相信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甲你当做戆啊，你就好啊。啊，母方的林朝栋，哦，自备两个月粮食，募集勇士500人北上参战。哦，哦，啊，他们施球岭加迄个法官哦，抵抗八个月。啊，这个时阵哦，台北的这边哦，邦桥的林家会员哦，林委员哦，就关20万纽文。哦，林维园哦，林家花园大家都知影吼、哦。啊，林维园管钱，吼、哦，这嘛是有这个。啊，但是中国的军队哦，如果湘军甲淮军吼、哦，两个个袂下啦吼。哦，中国家己内乱啦吼。这。小细节见到我都无讲啊吼，哦，所以法国军大败了后吼，伊封锁台湾所有港口，啊，所有的物件出口吼，佫无法度出口，哦，啊，价格下跌，啊，要滴的物件就起价吼，哦，啊，这款的情形哦，就他们台湾发生。啊，买手法国军过来战，但是啊，威胁到到台北市的时阵哦，拄啊河水骤涨，拄啊溪水涨起来，啊法国军哦无法度来拍台北啊，转走，哦，转走哦，但是我头拄啊有讲，因破病的人多嘛吼，哦，啊因就去占平湖。哦，占着马公，马公，即个咱读做马公啦吼，好、哦、马祖公，阿、啊、妈是啥物意思？阿妈对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去又北京话哦，降一级变做老母，好、哦，这是可能湖北人乱讲，咱讲妈就是阿妈嘛。哦，马经哈、哦，这就是历史证明哦。啊，即马个降一级哦，妈妈降一级，哦，啊，占着马经哈、哦。所以即像即个古早名词哦，哦，即马在用的时候，你就知讲啊，迄个时阵的情形哦。啊，所以哦。1885年，李鸿章哦签订《中华天津条约》，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。哦，这个就是讲中华战争，这个啊，都台独人哈，啊，都放弃越南的宗主权。哦，啊，但是古巴将军哦，西叶平哦。哦，啊，这是伊的无，哦，啊，尾首前几年啊，我有听看报纸讲，应该这无个骨倒转去去台法国，哦，有这款的代志啦，吼，啊，我但是这是已经都翕袂上啦，吼，啊，即卖就讲，清日甲午战争啦，吼，咱甲午战争所办的，吼。跟我讲的可能有无同啦吼，啊，都爱该讲哦。第一，明治天皇哦，伊哦要文明开化、甲富国强兵这两个政策，啊，要脱离中国文化，加强西洋文化，这内底哦，啊，打破200多年来的锁国政策。啊！安尼创无外久，变做世界五强之一。伊中国文化吼，咱譬如说讲，咱破病吼，过去拢是用个汉医嘛，啊都无西医嘛，吼汉医。但是明治天皇发现着讲，西医吼
有法度传承，就是讲我知影啥，我教落去，啊，下下个人佫有研究新的，佫教落去，有这个传承啦吼。啊，汉医就是讲我会晓啥物吼，啊，看一步起，啊，不爱教你，我说我唔知我是老大吼，啊。我砍一步，你砍一步，我愈砍愈愈少步咧，吼、哦，到我买手吼，拢无半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明治天皇规定，新的医生一定爱西医，吼、哦，啊，1895年日本来占台湾了后，把这个制度全摕来台湾。哦，台湾人迄个时阵的寿命哦，大概30几岁啦，尔大波，迄阵无算查某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去哦，日本人哦，哦训练一个哦，拢西医的哦，因为汉医伊不爱甲你讲，你袂使做医生，你继续做医生。哦，但是新的技巧无汉医啊啦。哦，啊所以。台湾人的寿命变成45岁、45岁的款，所以这西医跟汉医的中间的区别，这东西是真清楚的，一件代志。哦，啊，这个抗倭战争是为着韩国、朝鲜，朝鲜有一个东学党，的纠纷啊。叫满清派兵来，啊，日本啊派兵过去，啊，就产生甲午战争，哦，啊，中国兵哦，哦，望风溃散，50几天来对中国境内的东北安东、九连城、凤凰城、宽甸哦，等等，拢予日军占领，哦，啊，一个中国兵哦，互不相助，守将争先逃走。所以吼、哦，打中国真简单，真简单，还现在挺多哩个。我伫写这个伟大的台湾人吼、哦，写到这个1895年日本军来占台湾，日本军来占台湾的时候、哦、开76000名兵，哦，海军100%来围，哦，啊，打6个月。哦，占到36000平方公里的所在，其实是拍个台南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人口迄阵唔知得200多万安尼啊，吼、哦。但是啊，计是到个1935年的款啦，吼、哦，1935年哦，日本兵哦去拍中国东北，开几万的兵。2万的人我怕2个月哦，都占了平台湾大36倍的所在，哦啊，人口个加咱哦，唔得加过来10倍吼、哦，啊，我来开始算起来，那算住喺中国个吼、哦，是咱台湾人的孙吼、哦，日本兵无征兵的情形下吼、哦，也爱怕216年都怕起来。啊，是不是台湾人真伟大？但是无人在讲咱伟大咧，干哪去讲？好、哦，所以我写一本书叫做《伟大的台湾人》。好、哦，所以咱有真伟大的代志，啊，大家拢甲你看起来。讲你伟大，你做奴隶的好啊，你做什么？好、哦、啊、哦，所以我也做哦，有机会哦。迄字典哦，拢拢小小的，上上顿还好啊。少呀，买个买。因为吼、哦，我若讲伟大台湾人吼，啊，都是只垃圾中国人，吼、哦。所以我都无要紧啊，你网络的字吼、哦，网络的顾在你看，吼、哦。啊，内底真内容真多，啊有诶。有的嘛，搁 copy 过去吼。清国上精锐北洋舰队啊，嘛是全军覆灭。
这个啊，但是注意一点，就是平和岛在1895年2月29日，日本军队来先占，先来占平和。好、哦，啊，满清政府跟日本政府都签。要签和平的合约，但是要签和平的合约吼、哦，这个时阵也阁出现一项代志，日本吼、哦、要开嘴吼、哦，开真大嘴，吼、哦，日本吼、哦、由伊藤博文开大口，要求割让安东、宽和、凤凰城，哇，这中国的所在，台湾北平哦，还阁说军费哦4亿元。日本哦，国家一年的费用哦，嘛得8000万了呢，还不得四亿个了吼，真贪心。啊，买手安怎？买手，咱这个李鸿章哦，踮咧路的哦在行，啊，叫日本人哦开枪拍掉。哦，这是在春帆楼谈呐吼，啊，这老头子买溜拢完成人吼。啊！这穿西装的就啊，拢日本人啊！啊、哦哦！李鸿章为会议所等啊宿舍的所在途中哦，突然有日本刺客小山丰太郎阻击，面颊中弹，我面那个丢掉枪了哈！哇！所以各国舆论沸腾。啊，所以日本全牛波，哦，所以签第4月17日签《马关条约》，哦，赔偿军费2亿，为4亿变成2亿个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啊，等等，哈、哦，以前哦，连这边嘛要占啊，这是东北嘛是占，啊，朝鲜嘛是占。啊，有几个条款啦，吼，有几个条款中间，咱这回这个秘书长伊讲啊真清楚，是日满清大皇帝跟日本大皇帝所签的约，哦，啊当时吼，当时这几点都忽略掉了，吼，我给吹背，哦，日本代表互换合约，台湾正式。割让日本，所以5月8日，哦啊、日本兵即个就是5月底了哈，在、哦、为二队登陆哈。甲午战争哈、哦，日本哦变成暴发户，赔款2亿3000万两银了哈，阿、哦、爷、啊、整年的财政收支在8000万日元那里啊哈。哦啊、所以哦，吃到甜头，哇，真好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哦，美国的迄个势力哦，本来嘛是要抵台湾的哦。我顶回有讲到，美国要来买台湾，啊，但是无买，是因为菲律宾伊占着菲律宾，哦，伊美西战争的时阵占着菲律宾，啊，有菲律宾的话。这是《马关条约》哈，诶，规定哦，东经119度起至120度直，北纬23度起至24度之间。啊，请问钓鱼台有得来对不？无啦。啊，这爱创安尼哈，钓鱼台的经纬度，我提供去查，25度44分到56，啊，东经123度，啊你东经119到120，123就得往后嘛，所以咱得读历史，爱深入了解。啊，
到底为什么日本认为迄个所在是伊的？哦，来看者，这台湾吼，甲国家个定个只钓鱼头个坑个外口，钓鱼台是伫这边，钓鱼台都毋是我的。我去迄、那个，迄阵钓鱼台拄啊发生事件的时候，我要买台湾地图买无。这无是安怎？因为国界哦，把钓鱼台划在国界之外，哦，这是台湾这边的错误，哦，啊，但是这个错误无人要讲，哦，啊，这是美军占领冲绳，伊就把钓鱼台划在一起了，哦，伊画是安尼画法。所以钓鱼台，伊认为是属琉球的啦，哦、所以这钓鱼台、哦、日本人、哦、有去遐、哦、有大人、哦、有起厝，啊嘛有起工厂、哦，美军占领时间警示牌上面写的真清楚，除琉球人以外不得进入钓鱼台。啊，这是原文啦，啊，但是会把你了电脑写英语，会加写汉文，啊，唔多是唔多写日文无，哦，啊，即嘛，因为咱即嘛是讲这完成的代志，是讲到尾期啊，吼，啊，尾期就是讲荷兰诶，这基督教的代志。基督教在台湾，荷兰人就把基督教传来台湾，哦，啊，阿尾就嘛叫西洋教士吼、哦、去画吼、哦、地图，因为中国人唔知影经度纬度，唔捌，嘛唔知地球是圆的，拢唔知，吼、哦。拢唔知呀，那拢唔知，大家拢那遐空空戆戆，那空空戆戆，因为咱有科举制度，干那考四书五经啊，尔，剩的拢免读。你拜你天文地理要创啥？你四书五经会晓就好啊，啊，就会用升官发财嘛。哦，所以就叫阿多阿来做道从做地图。啊，迄阵画出来台湾地图，哦，啊，先来是迄、那个，天主教，天主教马秀全哦，为高雄这边定立，哦，啊，传教，啊，传教万峦，哦，万峦，咱知影万峦食猪脚嘛？哦，万峦地下，万峦去打啦吼，一个所在叫做万金，哦，这万峦地下啦吼，这是万金教堂啦吼，哦，万金，我叫一下万金，哦，这是天主教先教。啊，当时吼、哦，台北大稻埕吼成立一个女子中学，整修女子高中，所以当时吼、哦，查某读书吼，吼、哦、伊就鼓励查某啊嘛爱读书，毋是干呐查某读书，连查某也爱读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1870年英国的长老教会吼、哦、派。甘为林哈、哦、来台湾，哦啊设立教会50多个所在，啊嘛设立长荣高中，哦啊嘛当咪台南开设病，啊这个病叫啥名？新老了哈、哦，新老病院了，因为这个外国人是会晓开刀，哦。
尤其查某要生产的时阵哦，这真危险。哦，那我汉医要医吼，不一样。啊，那西医的时阵，我都给你开刀一下吼，啊，就拢母子均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三十天来呢吼，这个病医吼，这个高等吼，都去用砍石头。那去用砍石头，那所以对你对台湾人有功劳，我用砍石头。哎，汉医看了袂济啊。你把我生理拢抢抢去啊咧，那个牵着到，啊，所以无法度。即个传教士全走去高雄的基丁啦，即马叫做基澳是吧？即马叫基丁咧，以前叫做基澳啦。啊，基澳有英国领事馆，啊，英国领事馆那是踮咧迄个港口的所在，原因真简单。满清政府干人见证见书啊，赔你三亿，赔你五亿，啊，你的钱位都来，无钱嘛？海关给你抵押，为海关要出去的货，你收；要这个货，你收税金，拢你收。啊，我满清政府，遐嘛是我的土地，遐是中国人的土地，都是，我是满人的，哦，伊无所谓。啊，所以在基丁迄个所在哦，过几年了，全国走来台南，过三年国走来台南，台南这个时阵的台南都欢迎，哦啊，所以叫做新老病医，哦，所以最近陈建民哟，赵建民啊，赵建民啊，赵建民。他们也唔知安怎吼，大家要解吐，报纸我看爱信的挺多，爱较少。哦，这就是因的传教士，哦，玛雅哥。哦，阿玛基，一个马街。马街来是个港办喙齿，我都奇怪咧，啊，迄阵喙齿奈袂样办哦，迄个阵的落水去落，那阮虽然袂办喙齿呐，颠倒去哦，爱 Q A 卡，爱卡去爱 Q A 颠倒，好、哦。还有就是哦，去这个在淡水哦，淡水中学、淡水工商管理学院、真理大学的前身呐，哈，这简称叫做 Oxford College。Oxford 就是牛津的意思了，哈 ，Oxford。哈，但是这个牛津跟这个英国的牛津是无同款的，这是加拿大的 Oxford。啊，这。这样看喙齿，啊，都爱排队排。哦，这间厝即卖也个伫个，你若去迄个真理大学吼、哦，校园内底吼，啊，叫写 Oxford College。哦，即那叫做 Oxford College， 因为 Oxford 的人吼、哦，马街登去发加拿大了吼、哦。人捐钱哦来去的哦，台湾人会用读书，嗯，啊，这就是马街，啊，就即卖你知影有一个马街病院吼，在上联吼，哦，1880年在台南设立新学校，这叫做即卖叫做南新啦，哦。台南新人医院啦，吼。好，啊，即卖真简单，就是咱恢复来看这个台湾吼，满清时阵占的土地吼，吼，1624到62的时阵是台南市为中心，啊，正式王朝的时阵吼，
为东都甲东宁两个时期啦。那两个时期，东都吼是郑成功在位的时阵，吼啊，东宁是郑经啦吼。迄阵讲吼，刺龟刺，东都看来去，阮有某，毋免长山遮艰苦。伊讲刺龟刺吼，来去台湾啦吼，东都看来去，来台湾，来去阮有某，其实吼，你拢打不来那有某，吼，毋免长山遮艰苦，这到。这是熟悉的，唐山真艰苦啊，所以这唐都以前叫做唐都，哈，啊，尾就叫做唐陵，哈，啊，一户陈天虎，这就是讲台南李州天兴州万里州，哈，啊，这样看地图了，哈，唐都王朝的时阵哦，天兴。酒到个家，啊，万里酒是第一卡，哦，啊，你就知讲，迄阵个台湾哦，真简单，化作两个，啊，中啊，即个台南，哦，府城哈，啊，这边哦，未开发的所在，拢叫做后山啦，哦。1684，满清来占台湾了，来占台湾，全改做一户三个官，台湾官设在台中，洪山官甲猪肉官，吼，咱看地图，洪山南部，台湾官这个所在，啊，猪肉是真大，所以吼。一个时阵，一个时阵的迄个地图吼，无讲盖一地啦吼。啊，这后山就毋是咱的土地，哦。啊，1721年，哦，搁盖，即卖一个后山，淡水厅，即卖加一个淡水啊。啊，彰化、猪罗、啊，台湾关、洪山。安内堤路改做嘉义，因为安怎呢？咱1786年林爽文起义，为中华，啊，都三江来对，都甲富城得来，吼，等等。啊，但是你清军哦。三处派兵来帮战，满清的兵的部队啦，哦，三次派兵，啊，尾就林爽文拍输啦，哦，啊，这个乾隆皇帝哦，看到迄落在嘉义城哦，有一挂人哦，挖满清的台湾人啦，哦，这是咱。咱叫做了别啊，啊，这块了别啊吼，伊讲哎，异形可嘉，这吼这是有异形，所以改名叫做嘉义，所以其实是嘉义是不义啦。啊，那异形可嘉，你都做了别啊的啊，但是，啊，所以哦，大概在这名字的由来吼。以后大概长正的时候哦，看要用猪肉啊，是要用嘉义吼，你家己决定。好，你家己捌即挂代志吼，拢会知啊。这1812年吼，加一个卡马兰，哥马兰对宜兰呐，好，那加宜兰呢？这嘛一个后山，这宜兰哦，本来咪是中，咪伊本来就摆伫即个物件，啊，但是后山去开发好势了，哦，头城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，唔得到个十几级，哦，
啊，伊是有计划，哦，漳州人一镇，泉州人一镇，客人一镇，哦，落去分配，哦，所以宜兰有真多各种的人，哦，啊，但是漳州人的人口上多，哦，所以漳州人占较快。啊，即马开发这个，看卖咱这个所在开发好了，土地哦，这个属张先生的，这个属王先生的，这个属蔡先生的，创啊清清楚楚，吼、哦，创一个地图，吼、哦，啊，把这个物件送给万清政府，讲，请你把这个看卖咱这个所在收入万清的版图。你知道萬清安怎答覆我？开两年的时间，郭部长讲好了。为什么？那都爱搁开两年的时间，你占着真大的土地，安那都爱开两年的时间。因为以前哦，那你开发的土地哦，开发好些，你讲迄你的，我讲唔对，迄阮小弟的。我就跟你啊，你该交税金。啊，即马拢创个清清楚楚，都无人卡油啊咧。所以爱国开两年的时间，他国普里沙将，他个卡马兰收一个本钱个半多。所以2018-2019年，甲即地都去收一个。啊，这边一个叫做后山。1875年。到个1875年哦，过20年哦，1895年就是日本人来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变作两个富，八个官，四个厅，哦，哦，啊，即阵都甲即个避难厅啊挂起来啊，洪山厅、台湾关，哦，啊，家己，即款是叫做家己啊，彰化。啊，淡水关呢？吼、哦，啊，这台北府，1887年成立台湾省，吼、哦，台湾省本来的首都吼，吼、哦，要设立台中，但是台中的建设较慢，啊，台北吼，佫较挖迄个福州挖较近，所以要就算他们台北。1895年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，哈、哦，这个兼下这天皇。台北府城的成立，哈、哦，1875年设台北府，1878年，哈、哦，来起这台北府城，啊，起府城了后。有东南西北、西南有五个城门，东门叫做赵正、宝城、立正门哦，南门立正门较知影啦，北门承恩门也知影啦吼，哦，啊东门要就改做景福门啦吼，啊，这个起城吼，那。占200年了，再来起城，因为台湾哦，在万清的眼中哦，是，你一挂人拢是对抗我满清的。我城起好了，要就城一定是你占去啊，我再来攻城，开始，这么多卖起城嘛。哦，啊，起什么些款的城？起迄款城哦。嘛，袂看到诶，这叫做东门峡，叫立正门、景福门呐，吼。这个官道哦，伤低了，啊个无迄个护城河了，无开无护城河了，
普通是安怎？这城是安怎装？这乌狗啊，狗啊的迄个土地吼、哦、来做城。啊，台北无，全台湾拢无，干那除了迄、那个新竹城有护城河，村内拢无人护城河，就是伊阿个完成政府，甲你看做你是化外之民。啊，因啊有通趁钱就好啊，哦。所以咱今仔日吼，这万青的第八集吼，万青的代志讲差不多，差不多煞。有啥物人有问题无？啊，个剩三分钟，啊来。伊南天嘛拢变伊啊，啊渐渐啦、哦，啊但是伊头前迄个西方势力日来时也阁唔是啊，也阁是后山。那连即阵就讲迄个着华联的选举叫做后山选举嘛。这是因讲的啦，啊都伊也无派兵啊，无派人啊。用我画的啊，还讲的，所以咱整体该看卖一个吼，这个日，这个满清占台湾哦，头一个乾隆皇帝不爱在台湾，康熙皇帝不爱在台湾，伊讲台湾乃弹丸之地。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台湾配他那大，我那就得，我那就我这有几人哦，那就去土家扣十块文，那免扣啊，去之无所损了哈。哦，哎、哦欸，原因是啊，满洲人的人口在占汉人的人口1%。哦，这点哦，我特地强调1%。哦，因为迄阵哦，满洲人哦。年轻啊，查某生来600,000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汉人有6,000,000人，60,600,600,000，都1%，占1%的人，啊来统治汉民族，啊汉民族那遐颓，互人统治，过安尼欢喜到要死，原因真简单，咱拢读起咯，孔孟哲学。孔孟哲学吼，就是讲你干那读这滴都升官发财嘛，啊你村里农民滴，哦，啊那下人你该尽忠啊都好嘛，所以这款的一个头脑的汉民族奴隶思想的形成，哦，所以以后我有写一本书，就是日本耍了吼，我写一本书叫做奴隶，哦，奴隶。哦，奴隶就是讲，那有迄个奴隶思想，哦，啊，你家己唔知呀，啊，奴隶在倒位，哦，啊，你爱看字才知啊，因为我嘛是觉醒起来，我也觉醒是因为吴凤哦，吴凤香哦，拒绝。因的村民拒绝，阮这个村哦叫做吴凤乡。哎、啊，个起一间庙，个大大间呢。嘿，啊，我要相信吴凤乡的乡民，还是要相信历史安尼讲，吴凤安尼穿一件红衫去用台。所以讲，我头壳内底混乱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得到的知识哦。弄唔对嘛？哦，啊，佮想讲，恁是拢是中国人，那恁那是中国人，你是被强迫的嘛？你1946年1月12日，就该就该所有的台湾人该做中华民国国籍，而且唔对嘛？哦，
当年马关条约规定两年的时间，予你思考期。你要做日本人也好，你要做满清的人哦，两年的时间，你的财产会使卖啊走。哦啊啊，咱即马即落都无即款的情形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根深蒂固伫咱的头壳内底吼。安尼好，今日讲阿姐，感谢。巧克力。楼下吃午餐。